马塔堡近日组织球迷进行了最美队徽投票，获得第一的是摩洛哥球队拉贾卡萨布兰卡，皇马、利物浦分获第二、第四，中超球队上海申花入选。投票排名结果如下：一、拉贾卡萨布兰卡，摩洛哥；二、皇家马德里，西班牙；三、阿尔艾赫利，埃及；利物浦，英格兰；五、巴塞罗那，西班牙；六、卡萨布兰卡，雷达德，摩洛哥；七、科洛科洛竞技，智利；八、帕尔梅拉斯，巴西；九、凯尔特人，苏格兰；幺零、巴伦西亚，西班牙。排在11到30位的分别是曼联、罗马、阿贾克斯、马竞、国际米兰、贝尔格莱德红星、本菲卡、切尔西、波尔图、热刺、阿森纳、巴黎、AC 米兰、莫斯科中央陆军、弗鲁米嫩塞、曼城、尤文图斯、纽约城、拜仁以及博卡青年。中超俱乐部上海申花上榜，并排在了第46位。